嗨，伙伴们好，2020年值得去跑的马拉松国内版。第一个，北京马拉松，张开用一句话，为什么要去跑？去祖国的心脏，心自己的心跳声，那该不该去啊？那当然该去了，北马金标赛事，啪啪啪，三认证都在了。第二个，值得去跑的上海马拉松，一句话写在这里啊，叫生态道路。上海马拉松跑下来，你就能够感觉到，哇，大都会的繁华，奖牌中间写的足金，这个是六福珠宝，对，据说是金的啊。金标赛事，感受都会的繁华，上海马拉松。下一个，厦门马拉松。从奖牌上面来看，相对来讲，但是金标赛事，一句话，相约鹭岛，听海的声音，那种感觉是不一样。听海的声音，厦门马拉松。下一个，我没去跑过，为了那碗兰州拉面，对，兰州拉面占领世界啊！所以兰州马拉松金标赛事四标集齐，为了那碗兰州拉面去跑一跑兰州马拉松。最后一个，不要为自己的我现在坐的地方呐喊。同样的，它是金标赛事，我最喜欢这块奖牌，是因为它是一个印，横马印，跑过风景，跑过雨，最美的马拉松，杭州马拉松。如果2020年你期望去国内跑一个马拉松，那么这几个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。你有其他的想法吗？欢迎在评论留下你的看法。